是特别针对敏感性肌肤还有保湿作用的，所以冬天就是要非常勤劳的保湿这样子。然后有时候皮肤干燥，甚至白天我的晚安面膜可以用在白天，就是急救一下我的干燥的皮肤这样子。皮肤干就身体其他也容易干啊，就洗完澡第一件事情，在就刚毛巾擦干之后，皮肤还有点湿湿的时候，就要马上擦身体乳液，其实厚厚一层这样擦，全身。睡觉前啊，手跟脚还有就是手肘跟膝盖，就要再用很厚很厚一层的乳液，这样子，这样隔天早上起来才会滑滑润。我有定时出去给人家全身按摩，其实还蛮有用的，推一下你全身的淋巴，排一些毒啊，排水，整体看起来更纤细一点，然后也更紧实，然后皮肤也同时可以就